啊对，搁一件要求重要的，如果你这礼拜六，啊，搁唔知人生无目标，唔知要去倒位，请你来遮找阮。是安尼，迄、那个是台北土城，有一个叫做马祖田300家的土地发生着危机，啊，这土地内底有真侪故事，甲真侪，发生的代志，啊，当然嘛是真憾的代志，一内底，啊，不管安怎，唯有真正去到现场，你才有法度理解。啊，唯有你来坐阮的这台幽灵马车，不是迄落游览车，哦，坐回去，输你吃，哦，输你穿，输你借钱爱用，嘿，你会使开始啊个上便当、上保险当然上好，就莫发生啥物代志嘛，对无吼？所以这个时阵，迄、那个中昼阁食因的丰富餐，啊，阁有人甲你介绍因这个社区，哦，啊，阁有这个来做伙思考、来看印证吼，来沙盘演练就对了吼。所以有兴趣，啊，这个拜六会使来加入啦吼。啊，未唔知这件代志的，啊，你就赶紧等下来问这个阿辉啊，有穿红的啊，什么黄山军的有无？啊，你啊。一定知影这件代志，还搁在中途，唔知影要去唔去。我看你是先报名，钱甲你没收来，你就会去。哦，咱的行动拢往往是欠一种困难，哦，就是你要先付出。所以有兴趣的赶紧，啊，今仔日阴暗的卖膏药，就卖到这个时阵。